喂，我想问下你网台嘅经历里边咧，嗱，因为你嗱即系都咪再次多谢啦，文俊啦，即系我哋其实开台嗰时候咧，都即系真系好拍心口咁支持嘅。OK， 有个节目俾我哋联播，仲其实再整多个节目嚟添啊，系你讲我先记得。咁跟住咧，你又喺Open Sky 你又合作过啦，我跟住你嗰时就短，我唔知系咪短暂啦，即系同 Open Media 又合作过啦。咁然后嗱好，你话同阿萧生 YouTube 系咪迷米定人网我唔知啦。咁其实你来你即系点样讲前前后后迷米啊？迷米有播澳门街同埋有播澳门街电影教学室嘅。哦，系咯，喂，咁你前前后后都同好多网台合作过，逐样咁喂有咁有冇嘢分享一下咧？譬如系有嘅嗱，其中一样嘢，我哋嘅主菜其实澳门街嚟嘅，电影教学室咧。是講電影同埋係即係叫做當陣時冇啲咩版權嗰啲限制啦，通常就會講電影之餘咧，會播埋啲歌嘅，即係例如講呢個《鋼之煉金術師》，就會焚《鋼之煉金術師》嘅歌啦。講呢、這個即係例如講其他嘅有啲咁，佢有啲歌好出名，就會攞嚟焚埋啦。咁當陣時咧，電影解放室做到後期咧，嗰、那個聽嘅人數咧，係竟然比正式澳門街係仲多的。仲、哦、多 ，OK， 係、okay.。因為我好記得咧，電影解剖室咧，我嗰陣時以為係錯嘅，即係但係後屘先知堅嘅。譬如當澳門街有一集可能係千幾二千人 download 嘅時候咧，一日咧，我試過電影解剖室，即係可能嗰陣時講電影嘅節目唔係咁多即係例如嗱，當然啦 ，Vega 先有啦，跟住另外阿新比有講啦，後期好多咯，嚇後期好多。係啊，跟住阿台長當然影碟解剖唔係影碟情報室嗰啲啦。咁我電影解剖室咧，當試過咧一日咧。是有三千幾四千人聽的，咁其實個數係比澳門街多一截嘅。咁我見到嗰陣時咧，我開頭以為係係即係呢樣嘢係偶爾嘅啫。後屘我先發現咧，喺唔同台嘅表演咧，都係聽電影解剖室咧係多咗澳門街嘅，即係多過澳門街嘅。嗯，係啊，咁呢樣嘢我係始料不及咯。咁啊，所以去到後屘咧，其實電影解剖室點解後屘冇做到落去咧？咁第一我做賭場啦，第二其實當陣時咧講嗰個電影解剖室嗰、那個另一個嘅拍檔係個女主持嚟喎，嚇、個女主持其實就係賭場經理嚟嘅。OK， 咁佢就係、即係去到後期咁，跟住因為一個人做唔到嘅呢啲節目咧、一定係兩個人係即係好似阿老高同小末咁樣，你會有來回對應啊嘛。咁變相咧去到後期咧，即係我唔得閒嘅時候咧，咁佢試過 single 去做，即係一個人去做咧，啊發覺好辛苦好難。咁跟住咧。后屘再夹啲时间，因为做耐咗，譬如佢做赌场，佢又升个职啊嘛，咁变咗佢管嘢又多啲咯，咁变咗结果就因为所谓嘅工作问题咧，這个节目咧就系、是、后屘就不知不觉就淹没咗嘅。咁当然啦，有一集咧，就都好多人听，就讲、是、大时代啊。咁大时代系、大时代呢个电视剧入面嘅嘢，我哋系分析入面啲人啦，跟住另外就系嗰啲男人嘅梦想啦。喂，你会拣周慧敏定系拣郭敬明先？定系都唔系拣第二个先？即系当阵时咧，其实就有做呢啲节目，其实即系而家谂翻啊，我谂当阵时做呢啲节目嘅水准咧，个认真程度咧系比而家嘅萧文俊系劲几倍，因为当时真系会好用心做，系非常用心做电影节目噶，系唔会话好似而家嗰种咧喺度哈碌咁嘅状态嘅，唔会噶。都唔系嘅，那个密度又唔同咗嘅。嗰时我嚟一个礼拜播，即系专注一两个节目，咁其他实杂务又冇咁困身咁样。即系每个澳门街嗰阵时一个星期一集，跟住电影解剖室系两星期一集。系咯，系咯，咁你又可以多啲时间啲啦。喂，嗱，咁呢个嗱，去到即系你讲紧嗰个呢两个节目员都系因为你之后要专注啲赌场工作啦，咁样。咁但系嗱，我逐 part 讲嗱，由Regazine 之前你就净系喺你嗰个网站度播噶嘛，系嘛？即系个澳门街系嘛？澳门街系啊，即系嗱，Regazine 之前就净系唔系系你有个咁讲嘅，你有个网站噶嘛？嗰时候。澳门街跟住 our radio， 跟住就系、okay. 啊，首先系 our radio 先嘅，系啊，跟住咧，台长，就澳门街就自己有网站，系，跟住咧就Wega 先，跟住就就头先你讲其他啦 ，Open Sky 啊，系啊 ，Open Media， 其实系同一时间嘅事嘅，咁跟住咧同一时间最劲其实系四台联播嘅，自己个台加埋 Wega 先，加埋头先你所讲啦，跟住咧就过咗去咧就迷米。迷米再加埋My Way， 喂，点会讲迷米嘅喂？又我又唔可以分享下呢个又？我嗰阵时识因为点解咧？其实就咁嘅，阿潘少聪
就揾咗我過去幫手講幾集嗰啲澳門鬼故啊。吓咁啊！你上过恐怖在线噶，原来做个嘉宾噶。上过几次，讲赌场鬼故啊。佢系识你澳门啲鬼故啲，定系识噶。哦，其实咁啊，阿 Kevin 听，其实我网度好大，不过啲人知，其实我识好多人嘅。咁跟住咧，就咁我又唔意外嘅，不过我觉得几有，即系几开心嘅呢件事咁样样。OK， 你继续。咁跟住嗰阵时咧，就 CEO 咧就系阿万必啊嘛。哦，万必。哦 ，OK。万必就同我咧就有一日咧就因为当阵时即系。我都是做緊間上市公司的賭場啦，咁我嗰陣時就喺外國翻香港，我就約咗同阿萬必約咗就坐埋唔知飲下嘢傾下嘅，咁佢就即係大家傾咁啊，哦都冇澳門節目我哋，喂不如咁啦，你嗰邊過嚟一齊播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就過咗喺米米嗰度，咁其實咧我親自見蕭山都見幾次嘅，咁就其中其實當陣時咧，你唔係笠住個面具見蕭山噶係嘛？笠住跟住咪俾人鬧咯，咁冇大冇細啊，除翻佢，跟住。系啊，萧山有见过我戴 Iron Man 面具，有噶，所以佢就话咁贵咧，边度买噶咁样。其实嗱，萧山好得意嘅，嗱，萧山我系好中意佢噶，好贵嘅呢个人，好得意。咁跟住咧，跟住就当阵时后屘咧就迷米啦，跟住卖威咯，跟住就同埋呢个自己嗰个台咯，咁啊一路落去咯，咁样。咁但系去到后期，必须咁讲啦，去到后期嘅澳门街咧，其实有一段时间咧，其实就系。我哋系有其他几个常任主持去做咗呢个节目噶，咁就已经、oh, okay. 因为当时我系做赌场唔得闲啦，或者成有时唔喺度啦，我系参与唔到录制，所以有一段时间咧系其他嘅即系嗰啲主持都好优秀啦，其他主持系顶咗一段时间嘅，咁甚至乎即系你知做赌场嗰啲，喂啲时间唔定噶嘛，例如喂今日约好咗录节目，跟住我转头嚟之前。原来个司徒文俊啱应酬完饮到啤啤呼嘅，根本连开咪都开唔到咯。跟住我试过噶，即系例如录音嘅时候，嗱嗰阵时约咗啦，跟住喂冇地方啊嘛，咁系唔紧要啦。喺赌厅攞间酒店房嚟录啦。跟住上到去等紧嘅，跟住我喺嗰边应酬完，跟住过嚟我已经系差唔多醉到系企都企唔稳咯。咁咪其他几个自己录咯。咁我跟住我咪喺隔篱瞓到扯鼻鼾咯。咁佢哋都會喺節目度講噶啦。其實今日有司徒文俊喺度，不過佢錄唔到咯。咁因為佢飲醉咗酒咁樣。咁所以其實嗰段時間咧，即係都好蝦碌，咁亦都係好多謝啦。咁我有個遺憾就係即係冇一個係好好嘅告別，因為當時咧其實澳門街冇錄到落去咧，最尾咧其實係有好多超大量嘅聽眾咧，即係我諗唔到咁多嘅，不停去問啊幾時會有新一集啊，幾時咩？咁啊其實嗰種問嘅程度咧係好耐嘅，係直情係牽持即係隔住咧零零星星咧幾年嚟都不停有人去問嘅。咁而去到點解我後屘即係講緊啦，我係即係大約啦早半年前啦，咁就開咗個 YouTube， 其實 YouTube 咧嗰個 account 咧。我就擺咗好喺度好耐嘅，即係司徒文咗頻道卡，但係一路冇 up 片啊。因為我就即係記得你係有個 YouTube 嘅喎，我覺得你係，但係一集片都冇上過嘅，因為多陣時咧純粹開咗，但係就冇上過。咁我就係生日嗰日咧，就即係求其攞咗兩個金幣啊，因為我儲開金銀幣啊。其實你識我嘅時候，你都知啊。係啊，我見到你條片啊，好好啊呢、這個而家姐金銀妹嗰個幾開心。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你記唔記得 Vegas 先咧？你講個 party 咧？其实我是赞助了几个金银币出来抽奖。哎，多谢，记得。系啊，所以真的很支持的。真的感谢。跟住我是想住生日冇嘢做拍金银币啫，咁跟住咧一路咧纯粹成件事咧就是自己拍，亦都当时啲片咧其实拍金银币啊，拍少少啲无聊，好似啲生活咧嗰啲片，即系讲下喂，将个鱼柳包隔咗四日半五日，跟住再攞嚟食系。點嘅效果啫咁樣，咁我完全冇諗過係乜嘢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阿台長就揾我，就話：喂，澳門咧，爆大鑊喎、哦，啲賭廳啊冧咯、哦，使咪話俾人捉喎、哦。喂，不如咁啦，其實街上面，其實你話講做賭嘅，尤其是你講賭業嘅，即係咁講嚇。專業嘅人唔多嘅，好多都係譬如喂，即係可能咧有啲嘅 KOL 啊。我照嗰份報紙嚟讀嘅啫喎。即係譬如澳門日報寫乜嘢，明啊，即係你又要識裏邊啲嘢，你又識講兩樣就難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就都係咁講啊。即係而家個 YouTube 點解發展到咁嘅？其實咪又係因為台長咯，都唔係我個人意志嚟嘅。
咁跟住去到後屘，咁台長就話：不如咁啦，出嚟講講下賭嗰啲情況啊，點樣啊嗰啲，同埋你分析翻成件事係點啊？咁所以由嗰陣時先認真地，即係叫做真係認真地去經營，即係而家呢個 YouTube 頻道啫嘛。即係成件事其實我完全唔知道，我完全係我嗱，我估係咩咧？因為嗰時候嗱，你可以全部糾正曬，因為我係冇做任何 fact check， 同埋即係我就嗱，因為當時係突然間香港嗰邊嘅 My Radio 就停啦，咁停嘅原因我諗大家都唔意唔都知道啦。咁然後咧就咁台長點算咧？台長係唔可以冇節目噶嘛？咁但係因為我哋認識嘅台長咧，就係佢做節目嘅啫，佢唔 operate 噶嘛。咁我就諗咧，我就諗就係咪會啊？跟住就係咪佢揾人幫手，跟住咧就揾你，咁你就幫手搞營運嗰 part 咁樣樣。即係我以為咁樣先即整翻個 channel 出嚟咯。我以為係我嘅對 IT 同埋對呢啲技術上嘅嘢咧，我嘅程度係我諗同台長係一鳩樣。所以其实当阵时咧，去认真地做咧，我哋个当阵时啦，都系即系靠一啲其他，即系而家都系啦，靠一啲技术人员，靠啲 I T 人员咯。即系我哋譬如你见到，系、哦 okay、啊，我哋可能早期有啲嘅字幕咧，其实咧就系啲即系好热心嘅听众，都系多年噶，即系可能系阿台长或者我呢边识嘅啲支持者，或者有啲澳门读者，即系报纸嘅读者，咁佢啊愿意当系帮你啦咁样。但后屘发觉你。啲工作量太大啊，所以後屘咧，其實香港又好，澳門又好咧，都係即係揾一啲真係技術人員，係即係可能係有薪金啊，有啲咩嘅，俾佢哋去做咯。即係好似你而家澳門咁樣，即係如果正式咁講啊，哇大佬，如果又要咁樣錄法，跟住又你諗下咁多個節目，跟住咧又要去又話就節目開會啦，跟住其次澳門三間公司啊嘛。我係三間公司負責人嚟啊嘛，喂大佬，我點死啊？我做唔到噶嘛，所以都係咧，即係要靠其他嘅人嚟到去解決啦。技術咧向來都係我同台長咧係最掌握唔到嘅嘢，所以咧即係有時即係必須咁講啦。咁例如你話可能有啲嘢，喂有啲圖啊出咗錯啊，誒嗰啲就好少啲啦。即係嗰啲啊，可能你唔而家啲人有你冇你屌咗先噶嘛。咁佢以為喂肯定係民進你問題，梗係唔係啦，大佬。正如嗰啲題啊，即係每日起出嚟嗰啲題啊，係你我起我邊識起啊？嗰啲全部都係台長叫 I T 起嘅啫嘛，我唔識㗎嗰啲。即係個 studio 個營運總部就喺香港嘅係嘛？即係唔喺澳門嘅。唔係，幾個咁講，澳門香港都有嘅。哦，有，因為認真地去做嘛，而家係認真地去做嘛，所以成件事就唔係當玩，你當玩咧就冇嘅，即係開頭咧，阿台長咧都係求其可能匿埋喺啲唔同嘅地方度，或者嚇當陣時可能係有啲朋友嗰度咁啊，跟住喂借個地方嚟攞錄，所以開頭咧你見其實好入嘅，啲聲好差，收音好差，因為當陣時根本就冇任何儀器嘅，純粹甚至乎開頭啲節目係點樣錄嘅咧？我打長途電話俾台長，佢喺嗰邊就攞個喇叭播翻個電話啲聲。我記得啊，我要聽頭嗰一兩集係咁樣做噶，係咁樣做噶，直情係唔係用咩 program 嚟錄，冇噶，純粹係電話真係打 IDD 嚟錄噶，開頭係。所以其實講緊件事都唔係好遠嘅，即係講緊咧，其實我對上揾你 Facebook 咧就係咁。我哋咧其實YouTube 咧最難就係衝破第一個1000嘅。即系你由零去到1000咧，系比较难嘅。即系讲紧当阵时咧，我自己拍啲无聊片、金银币咧，其实有一段时间咧，那个订阅你频道嘅人数咧，系大约系可能讲紧系100至200咁上下啫。咁去到后屘咧，嗰段时间咧，因为澳门有事之前咧，我就拍咗少少咧，就是、关于咧澳门嘅赌场或者全世界赌场嘅基本知识，那个我哋叫赌场科普，就是、例如同你解释下咩叫中场。咩叫叫做 high premium 嘅中場？乜嘢一個構成？例如賭廳啊，可能有公司廳、私人廳。例如啊，嗰、那個賭廳個牌點樣攞嘅？例如喺博彩有咩範疇？哦，喺入面賭廳入面，例如帳房做啲乜？監察部做啲乜？特殊部門係做啲乜？公關做啲乜？公關係有分正喎、啊，呢啲正喎、啊啊、我係拍咗幾集咧，呢啲叫賭場科普嘅嘢咧。是呢一啲東西彈起嘅，所以咧成件事咧就係喺嗰段時間咧 ，pop 一聲咧，pop 一聲係我出咗之後咧，係由一日即係我見到得嗰200幾人訂閱啦，到我第二日見到咧千幾喎，跟住咧之後咧到我第即係退咗之後再過多幾日咧，見到已經係喂3000喎，咁我咪揾你咯，
咪話喂，你可唔可以我三千訂閱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拍段片啦？跟住三千之後咧，冇件事。三千之後咧，當時你話忙緊啊嘛，跟住三千之後大約係一個星期到啦，五六日啦，四千。咁四千嗰陣時咧，當陣時咧。其實我有跟你講的，跟住你就跟我講好快五千，我五千時候幫你拍，咁跟住咧，結果咧，去再過咗幾日就五千啦嘛，跟住五千之後咧，跟住就去到後尾咧，就都唔係好耐，就去到八九千咯，跟住去到八九千咧，去到一萬，即係上一萬嘅時候咧，中間咧係好怪嘅，當你譬如今日多咗可能多咗二百幾三萬訂閱啦，佢無端端咧你第二日撳翻咧，嗰百幾二百三萬咧。會殺退咗噶，變翻可能係得翻百零人啊，幾十人訂閱噶。咁我係唔知發生咩事噶。咁跟住咧，一路去到後尾咧，就即係去到而家咧，其實嗰個增長咧就緩慢咗好耐。但係你都見到兩萬幾啦，而家快到你今年啫嘛，其實差唔多。唔係即係你一年內嘅啫嘛，呢個 channel 係正式即係正式開始重啟。正式嚟做咧，大約係你預係四個月到啦，即係叫做話今年同嘅新年到。咁而家咧。最新的數字就是直至而家就二萬六千二百幾咯。咁其實即係你發覺咧 ，YouTube 咧，其實開頭我完全唔知嘅，好屌地嘅。你喺你第一個一千訂閱之前，其實咧你用咩音樂，你講咩，佢都唔理你。係，到你過咗之後咧。佢就開始出嗰一啲即係逐樣嗰啲限制黃標嗰啲啊，啲黃標開始嚟啦嘛，明啊，一千都未到嘅，五千之後咧開始你感覺到啲壓力嘅，即係例如你會首次面對到啦，即係我嗰陣時做咗個節目咧，其實講緊啊，農曆新年我做咗個節目係講呢個 Top Gun 嘅，咁當時 Top Gun 二未上嘅，我就即係攞啲 Top Gun 模型，因為我喺報紙度有出專欄，我同步嘅，咁我攞啲 Top Gun 模型啊，攞啲 F-14 嗰啲嘅構造圖啊，咁我就講解啊，咁當陣時咧個訂閱人數咧，係應該係三唔多五千人啦，咁我嗰陣時咧直情係播埋咧Top Gun咧一開頭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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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當時冇嘅，當時完全冇呢回事嘅，結果咧係到我嗰個嘅訂閱人數咧一個一萬，係即刻收版權警告。我开头觉得其实扑街啊，咩事啊？根本都冇播过歌，明啊？跟住咧再睇翻，原来佢警告翻你之前呢一段片系追索嘅，追索嘅，跟住系俾人告嘅，跟住之后就即时咧就cut 咯，跟住咧咁我唔识 cut 噶嘛，咁佢咧就有个咩 YouTube 创作者啊嘛，佢就话你唔识 cut 唔紧要，我哋帮你 cut 啊嘛，系或者换第二首歌，同你换，结果咪俾你 cut 鸠到面目全非咯。咁啊，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加上咧，你一再过咧，由一万变到万五咧，其实又系第二个世界嚟嘅。一万五千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嗰啲咧，即系你讲敏感嘢啊，你喺入面咧讲啲咩嘢，佢会有人 check 啦，跟住会限你流，限流就系例如我哋试过嗰阵时。即系阿台长咧，有一啲嘅节目咧，其实系啲题咧，同埋啲内容都好敏感下，系真系避你避唔到嘅，你讲嗰啲嘢，你一个疫情，一讲乌克兰，呢啲一定实黄标潮，系啊，系啊，嗱，例如你讲啲大陆啲白手套咁样，系嘛，即系你知啊，嗰阵时香港有个老烧被人捉咗，嗰个叫萧建华啊嘛，系，咁阿台长有讲呢单嘢噶嘛，喂，咁跟住你谂下呢啲，佢直情咧嗰个限流咧就系咧，佢唔止黄标，唔止乜嘢噶，例如我嗰阵时试过咧系即係我唔知係咪俾 YouTube 玩啦。我上一集節目，即係好似而家國際大旗局一節咁樣，係由夜晚六點幾開始上到十點鐘上唔到。咁上載上傳，哇！係啊，跟住去到後尾咧，直情咧嗰段時間咧，咁後尾我問台長，咁點算啊？佢話好簡單啫嘛，你唔好落標題，唔好落封面咯，就咁一張黑色嘅字寫住國際大旗局第一節，今日幾多號？咁你再上就冇事嘅，跟住我咪听佢说话咯，咪再上，跟住你发觉，半个钟之内就上到咯，而且冇警告，所以即系你嗰阵时你唔明啊，你第一次面对咧，你话吓发生咩事啊？点解好地地无端端咁咧？所以而家我哋先濑嘢啊，因为而家咧佢应该都俾人标签咗系可能讲时事或者系啲乜嘢咧，直情我哋有好多都俾人限制，那个限流情况系直情咧，喂人哋。
做咗你會員，撳咗嗰個鐘仔、小鈴鐺，因為我每日咧我都會講噶嘛，進入節目之前，肯請大家按讚、冇推播啦，係啊，明啊，明啊，佢冇推播噶，你訂閱咗佢都唔推播俾你啊，撲街！直情我開頭唔信嘅，結果咧係我哋香港個 IT 人員同澳門個 IT 人員，佢哋用佢哋自己 personal 個人 account。佢哋訂閱咗香港嗰個訂閱咗，而且訂埋我哋會員費用嗰個添。嗯，跟住咧，佢兩個都冇推送啊！陰公，明，係啊，冇唔同曬啦，完全唔同曬。即係譬如我即係做翻有啲其他話題嘅節目咧，你以前要過千唔難嘅，即係你即係講緊 live， 而家真係難好多啊！即係兩個世界。喂，我哋再懷舊多少少先。咁咧嗱，你就即係出即係前前後後都好多唔同嘅網台啦。咁你即系我哋讲少少网台花生啦，你经历过最大花生系咪呢个阴谋大师嗰单嘢咧？定系你迷米啊、咬台啊嗰啲有其他经历咧？有冇印象啊？嗱，我其实我第一个花生我有印象咧，就是、当阵时咧啊喺呢个迷米之前咧，系叫香港人网。咁当阵时咧就有个节目咧，嗰阵时咧就即系都系讲嗰啲。嗰啲叫咩？即係嗰啲溝仔溝女啊，跟住咧講，即係佢開始有少少踩界嘢，即係講下喂，落夜場玩嗰啲乜嘢。咁跟住當陣時就話叫啲聽眾，不如咁啦，你哋覺得有啲咩投票項目，有啲咩題目可以攞出嚟講咧？咁我當陣時咧，我係第一個咧喺佢嗰啲留言版，因為嗰陣時冇討論室，仲係啲 group 咁樣留言噶嘛。我就話不如講下啦，作為一個男人，你中意大波定長腿絲襪？咁結果咧，呢、這個係攞咗嚟咧係做一集嘅內容嘅，咁呢個唔知一集定兩集啦，咁就係係好多受歡迎啦，咁亦都好多人投票啦，咁跟住咧呢、這個咧就是、我第一次咧即叫做話參與下網台嘅嘢啦，咁當時澳門街未有乜都冇嘅，咁跟住咧之後咧就係、是、到咩咧？到當陣時啊，因為地域唔同啦，我就參加唔到嗰啲。例如嗰啲咩迷迷啊、人網嗰啲嘅活動嘅，咁只可以咧係網上嘅啫。咁當陣時咧，我好記得咧就我好記得即係點講嗰陣時唔知係人網定咩，咪有個管理員啲叫卡美油嘅，我好耐噶啦。咁跟住咧，有人就留咗一啲中傷澳門嘅言論，咁我咧就即係打上屌。咁其次咧。屌咗第一次咧就冇事嘅，咁跟住我諗住咦都 OK 嘅喎，結果去到第一次咧，第二次咧就阿台長離開咗香港人網啊，離開咗，係咁突然之間就有班契弟咧就出嚟咧就係咁圍插台長嘅，咁跟住咧我就直情咧就出嚟同佢哋撐，咁甚至乎咧佢即時有 live， 我打長途上去鬧啊，我話喂，即係我話大家男人老狗，喂唔好咁鳩小氣啦，我成個女人仔咁喎，喂有時啲嘢你不停喺度擺明喺度而家公審嘅喎，公嚟把撚咩？跟住我講完咧，我即時喺嗰個打電話個 live 咧，俾嗰個人 cut 線啦，跟住即時咧就喺嗰度鬧我轉頭啦，跟住咧就話嗱呢啲咧就係阿台長咧嗰啲嘅死忠萬粉啊，柒柒咩節目啊？咁跟住咧，你打算咩節目啊？我唔記得咗啦，咁跟住咧。即系唔知啦，咁跟住另外咧，嗰阵时就应该咁讲啦。其实我就好少接触啲是非嘢嘅，咁但系当阵时咧，就你记得即系离开咗呢个人网啦，咁后屘咪有个叫咬威嘅，咬威系啊系咬台啦，咬台咯，系咯，咬威咬台咧，咁当阵时咧，其实就即系入面有啲人啦，咁就同阿台长有啲争拗啦。系咁有一个咧，有个冚家铲咧，即系我唔开，真系唔开明啦，算啦，费事讲啦。OK， 咁就嗰阵时甚至乎就扬言同佢主持讲，就话咧。嗱，我咧咩？我而家好唔妥啊！梁錦祥，我要揾人搞佢，揾人對付佢。咁跟住我直情係啊，我直情同關講啊嘛。跟住我直情揾翻嗰個當陣時講呢番話嚇嗰、那個嘅嗰、那個人啦、啊。我唔開個名，真係唔開，費事啊！咬台嗰條友咪 ，OK， 係啊，咬台啊，你知邊個啦？嗰個又話咩搞夜場又翻大澳摩，就係嗰個啊嘛。咁跟住咧，佢嗰陣時咧，佢咁樣嘅，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咁啦，我就同我揾佢。我话我系澳门民进，我话咧阿台长咧，我话佢就好重要嘅人嚟嘅。咁我话嗱，我不论你有冇讲过呢番说话，但系我都入你数噶啦。如果你真系掂佢一条汗毛嘅话，生死讲天命啦，契弟。跟住佢直情走去报警啊嘛。佢话我系黑社会啊嘛。佢话呢个人咧喺澳门啊，咩跟区哥噶，点啊？跟住佢过嚟恐吓我啊，乜柒柒啊嘛。我讲真嘅，因为其实当时咧。哇！如果佢真系咁過分嘅話，因為嗰陣時我知道攞咁曬邊嘅話，其實我會做嘢噶啦。
因为以前你見我嘅時候，喂，起碼都唔算話唔算話太過瘦削啦，係咪？咁啊，當陣時亦都年紀比較輕，係嘛？即係講緊咁耐以前，咁當然個人亦都唔係衝動嘅，即係應該咁講啦。你做一你做一賭場嘅，即係好似正如我喺外國賭場做嘢，俾人攞槍指我頭嘅，你認為我仲會驚拳頭交咩？梗係唔驚啦。所以喺嗰一刻就係、是，喂，你既然你開到聲，你話要搞佢嘅，咁跟住，喂，正真係開到聲，佢同其他嗰啲。嗰啲主持講喎，喂，我要揾人搞佢啊！咩？我要，即係嗰種搞係直情我要對佢造成身體傷害啊！唔係，喂，咁你我真係冇人，你咁樣講啊嘛？喂，又唔記咗，係啊！咁你變相你咁樣嘅時候，咁喂冇計嘅喎，咁我知道。我咪出嚟撐咯，我咪直接同佢講咯。咁我嗰陣時其實我做曬準備嘅，我做曬準備就係佢有任何依鬱嘅話咧，我一定會搞正佢嘅。所以咧，當陣時咧，佢就用呢個原因咧走去報警，跟住咧就話我咧直情係恐嚇佢。因為我直情係我直情係打俾佢同佢講嘛，我喂我會搞鳩你喎咁樣，咁跟住佢直情下一刻佢就出得假氣啲咁假嚇，唔怕你照講咯，冇所謂嗱，我冇開名嘅，但係一樣嘢嘅，即係我嗱我咁樣講嘅，係男人咧，即係有時你去到某啲地步咧，你唔縮得嘅，即係如果嗰一下，喂，即係老實講，你作為一個人。你明辨，你知道是非非噶嘛？咁老实讲，喂，我对你即系嗱呢样嘢，嗱我冇讲一啲实际点恐吓你啊。其实我都话我会搞你先，就我会亲自嚟同你面对面同你倾偈嘅。咁系咪啊？咁你话大家就算面对面，我当我同你面对面，我即时开你拖，同你打拳头交，咁又点啫？我又唔会打死你嘅，系咪先？即系好多字咁讲，喂，男人嘢咪用拳头解决咯，适当地解决咯，系嘛？咁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嚟，所以即系你话我系咪一个烂仔咧？我认嘅。其实某程度上咧，面对一啲大是大非嘅嘢，以致如果我屋企人一啲我重要嘅人受到伤害，我系会挺身而出嘅。我系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如果我喺度，我一定阻止你，因为我想睇台长出手啊嘛。屌佢咏春挂咏春奖牌噶嘛，唔系讲笑啫，讲笑。系啊，所以其实嗰阵时仲要大佬，你谂下嗰阵时，所以我对佢哋嗰班成班猪朋狗友咧好纠真嘅，因为嗰阵时咪有啲冚家铲咧，成班咪咩隔人沟女又剩嗰啲嘅。哦，咪就黐住嗰班冚家產啊嘛，跟住就成日話啊嘛，嗰班友又喺度教，又話教人溝女啊 ，PUA 啊，又講到自己咩喺旺角識嗰啲咩猛人啊咩剩啊嘛，係啊，我直情冇啊，我亦都冇搭任何嘅黨，我淨係話俾佢知，我叫澳門民進啊、okay ，你唔知我邊個，你可以問下香港班友，因為我其實咧，我講緊咧，我好早咧，我細個咧，我已經即係老實講，你澳門做賭場，你點會係唔識一啲？叫做話係啲大哥啊，即係譬如講緊嚇，搞笑呢啲，譬如係啊，即係你咪講緊喂阿吳志航咁啊，大 O B 啊，即係古惑仔大 O B 真人啊，你話喂陳慎之啊，你話係甚至乎以前我都話啦，嗰、那個咩啊，三四八 disco 啊，哇，好懷舊呢啲名字正啊喂，我都話啦，我人生我唔記得第二支雪茄係 Teddy 哥請我食噶嘛 ，OK， 係啊，咁嗱嗱咁你呢啲老來歷史。嗱，咁你諗下嗱，正如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喂嗰陣時即係好似我細個咁，譬如你話喂，你冇得揀噶，你係咪？即係好似你話你嗰陣時，唉，其實你話出嚟，例如你話啊唔識虛歌啊，唔識話而家咩，我唔識使咪話咁，冇可能咧，因為根本你喺嗰個範疇度生活，你點會唔識嗰啲人啫？又唔係大，係咪啊？咁所以你不知不覺咧，即係我就同你講，我網路大，就原因就因為我本身唔好話做網台，我本身自己個網路其實好大嘅。我亦都识好多唔同嘅人，咁所以喺嗰一刻，喂，你又同个网台有重叠啲，有好多人。喂，咁嗱，即系呢嗱，专员咬台啊，算系你最大一啲是非发生噶咯。即系如果听你咁讲，嗰、那个事咧发生系经历过呢单嘢之后咧，跟住我就全面俾人抹黑、唱臭，甚至乎有一段时间咧、哦，我即系咁讲啦。其实 Gary 关而家同我关系好好嘅，因为以前大家有啲误会，佢以为我系。好是非，我係會做一啲嘅嘢去傷害咬台，但我由頭到尾其實我唔係針對咬台，我針對嗰個講呢番話嗰個人嘅咋。明。咁我亦都係同佢講到明嘅，即係如果你係一時你講下嘅，純粹係發泄講下，你唔會實質去做嘅，咁我話咁就冇問題咯。
係咪啊？即係我必須我先講明我立場。咁我亦都即係只不過話嗱，梁錦祥我當佢係屋企人嘅，你喐佢咧，咁啊，我一定會。唔會坐視不理嘅喎，我一定過嚟揾你嘅喎，咁樣。咁佢當然啦，你估個係有傻嘅咩？嗰條友都識好多澳門嘅人㗎，佢都走去問過，喂，嗰個蕭玉文俊咩人嚟㗎？咁樣。咁結果有啲人咪話俾佢，哦，嗰個人啊，咁跟住佢咪知，喂，立唔過咯，立唔過咁咪，咁咪算咯。因為其實唔止嘅，一直其實都有呢啲咁嘅契弟嘅。即係老實講，有時啲嘢出嚟，即係有時出嚟，你做正行好，你做唔正行都好，喂，僅有一啲嘅爛路虎，有一啲嘅大口狗。是不是都要吠下你啊？是不是都要过来舐下你、凶下你啊嘛？即系所以我就话咯，嗰啲永远出嚟咧吓咩啊咩啊，跟住咧嗰个心口嚟拦住你嗰啲咧，其实嗰啲完全冇料嘅，因为你有料到人系唔需要同你倾偈嘅。即系正如我喺香港咁样，喂我即系之前啦，有少少生意，正行生意投资嘅，系咁但你遇到俾人收陀地嘅都有噶，即系例如你旺角嗰啲咁嘅三三五五地方 ，O K 点啊？咪话俾佢知咯，呢档嘢。澳門民進嘅喎，咁樣咁嗰個人你唔知嘅，咪翻去問下你大佬咯。咁跟住你大佬唔識我唔緊要啊，你識我啲 uncle 噶嘛？咁你咪知我係邊個契仔，我係邊個嘅人。咁你咪自然知道，大家好嚟好去啫，有啲誤會啫，係嘛？即係呢個社會就係咁現實㗎啦，冇辦法㗎。